Thank you.
郑子年，你躲哪儿去了？打遍江南无敌手。铁道门。
门拜师学艺的络绎不绝，还为自己备了份大礼，恭喜啦！是买来的。天宇，乖乖。什么是功夫？功夫是时间磨练，三年的猫脚功夫，挡得住吗？秦爷死了。火焰甲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
我对不起你，从现在起，谢谢你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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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点汗就好了。我去拿些热的给你。好了，他又要睡了。开始看不清东西了。婆婆告诉我，可我心里时常洗洗自己。跟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嗨，谁都会等来这么一。那他呢？他也要修。醒了，他就知道他自己该做。在你衣服里找到的。好好休息啊。Thank you.
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？去。嗯，村里的男人们呐，都学着就长大了。嗯，快去。你带他到田里去干点农活。也是有生命的，生活中要懂得互相尊重。上坟的日子了，咱呢去坟。上坟。
尽孝世代。这里的东西什么都没变，少爷，您走了，一件一件都给拿走了，这总房里的每一件东西，后来我一出，昨天。事情只有在事后，我不想再提过去的事儿。我希望你借我点钱。
还要再去打你的吗？我有必要借给你钱吗？姓农，叫农青苏。天，将会出现在大家面前的。啊！一个小手指头，有史以来最强壮的大力士。在擂台上以命相相信过去的事儿，我们为了你最爱喝的酒啊，很多年了，戒了。为什么？好，你那场比赛给国人争足了，否则他们真把我们当东亚比赛。确实，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人总是自己有病都不知道，去根治还成屁。我真没想到现在的我倒是太顺。那你孤月楼的生意呢？你要成立精英体操会，没有是医生的训学。可你现在我不是习武之人，祝你成功。无时无刻不在扪心自问，狠吗？那你问出了什么？一举证明自己的强大。所以我想把习武转变成强。你想得很好啊，应该让更。但是我会努力一试。我听到了。在，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呢。哎呀，造剑过去多有冒犯。走走看看，根据你我商量的内容草拟的会规，你看行吗？玉体玉质以交流互进为其精髓，方能振兴自强。我为台湾人民为本自强。Then perhaps you'd be interested. This time it cost me 6,000 francs. We lost us a little bit more.I'm certain to leave the Chinese with nothing to brag about. The prestige of his school, it's of no. And to make it a little more interesting, this was what I have in mind.
让金武体操的队死，还需全胜，敌谁能保证？渐渐是通病，我别无选择。但是万一这次病故之后，抽空回乡下去看看岳慈和宋导。我先生这么说，难怨的。我不想将这种等于自然的，并没有道理之分。这说的也对，所以在我看来，难决定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，喝茶是一种心情。如果你的心情，俺也不曾想过。以先生看来，之分，我想是这样。一之分。为何还要比武竞技呢？得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，这个对手就是我自己。最可怕的竞技在自己内心。品茶，品茶。死んですか？過激でしょ。
不打，什么代价？我只是一介武术，但可人无法选择生命的退一步。你竟敢到此路！どういうことだ？枪不行！家，陆家，陆家。